根性，啊，甲伊个吸引度会较有，啊，较有的话吼，伊生存力会较有。啊，若无呢，即摆个病虫害足多，啊，佮伊无当吸引这个环境的时阵吼，伊会真紧就风生就死去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伫这个幼苗开始，差不多你安尼甲放落了，你爱连续压头十工，伊就开始布芽。咱即摆来布芽，然后就一礼拜啊。哦，啊，伊起卵发卵液的时阵，就该搬过这个。好、哦，啊，搬过这个了吼，这个搬好啊了后，伊较早是拢搬四遍啦，啊，即个伊搬三遍尔，搬三遍，第三遍来搬去别只，这个七寸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七寸的，安尼这段时间爱偌久的时间呢？这段时间爱差不多有六个月以上，才会当去搬过只，啊，六个月以上爱过接机，吼、哦。六个月至八个月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啊，像这个一支就，这个较大丛，这个好较久啊，啊，这个较无遐久啊，吼、嗯哦，所以看伊大细支，吼、哦，啊，来，到要接枝的过程，吼、哦，伫接枝的过程有两种接法，一种呢就是靠接，啊，一种呢就是交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交接，啊，这就是靠接，靠接就为什么开来？这块底下你的吼，暂时，吼、哦，麻烦一下，来靠接吼，伊叫靠接国语是啥？啊？靠遮，靠遮就是嘿，挖机啊，国台语叫挖机，啊，国语叫靠遮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直接的叫做交遮，吼、哦，安尼听吼、哦，伊这吼，就是这个是宝藏，啊，这是土的，啊，土的吼，土的就是像安尼，啊，土的来吼，甲接新的品种，啊，新的品种，就像讲这个咱接袂吼，这个交遮话就是甲这。把这块红加起来，啊，直接，同我接袂呢，安尼伊就会出。伊这个是拍，迄、那个破开的。破开同我插落呢。啊，这是下一半掉，下一半啊，怎啊家己粘的？啊，接袂就是像安尼。啊，等下我带你来看，伊有挖好的、那個，吼、嗯哦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即摆变作哪？变作刷山的所在嘛。诶、欸，啊，咱那个伫咧国小内底吼，都有。就有啥孟子几千？孟子三千。哦，有那三千嘛？啊，这有那三千啦、啊，不三千啦、啊，你讲三千哦，我讲那伤贵啦。啊，这穿这个芭拉子哦，敢有啥物选择？比如讲土芭拉，都土芭拉啊，甲白芭拉，哦，这两种，甲是对在地者的扎根性的很。所以二十，所以较袂迄落。